了啊，着什么作？没钱，没钱还这么理直气壮，还不是你们家包租公小玉，每次买东西都不给钱。你自己进来看，周一包租公拿了一瓶健力宝，周二小月抽了两次拉风，周三包租公拿了一包烟，今天包租公又拿了一瓶酒，小月拿了两包辣条。又背着额外的赊账，看我就不收拾他，叫我赖账。老婆，我都跪了两个小时。看你那个什么样，去，把小狼进来给我做饭去。哎，好啊，老婆。哎呀，看看冰箱里有啥，给我做点饭去。好了好了。